里，犹如一股火热滚烫的温泉，在我们内心深处掀起滚滚暖流，激励着无数学子走向成功。一首雅礼唱响曲，用真情对接历史和现在，理想和未来，诠释了代代雅礼人的胸怀和追求。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雅礼交响乐团。这是一支享誉国内外的中学生管弦乐团，该团成立于1993年，现已经发展成为81人的大型乐团，由著名特级音乐教师李小年老师担任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。2007年，曾应邀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了雅礼之声专场音乐会。2011年7月，又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了专场音乐会。他们骄傲地在世界顶级的舞台上诠释了中华文明和雅礼精神。今天我们来到婀娜多姿的浏阳河畔，奏响一曲《浏阳河》，让美丽的旋律与清澈的河水在心中回响激荡。美在浏阳河。
中央组合，雅礼的节日在等着您。是的，过节了，今年十月我们将迎来110周年校庆。雅礼校庆就是雅礼人共同的节日，请欣赏节日序曲。Thank you.
是雅礼中学110周年华诞，110年的艰苦奋斗，110年的峥嵘岁月，110年的风雨沧桑，110年的星光灿烂。10月22日，我们诚邀八方贵宾来雅礼做客，一起庆祝这意义非凡的节日。音乐是人类情感的语言，它传达的不仅是世间的美，还展现着平凡人的伟大和崇高。请欣赏由中国著名作曲家关霞先生于2013年12月根据悲怆的黎明重编制成的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。Thank you.
是雅礼优秀学子的代表，是一群被幼稚女神眷顾的骄子。他们学遍发展，多才多艺，品学兼优，在繁忙的学业之余刻苦练习，在丰富人生的同时，也铸就了雅礼交响乐团这个品牌。越来越多的雅礼学子以能加入乐团为荣，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。
就是最精彩的文字。如果说教育是一首歌，学生含笑的歌唱就是最优美的旋律。一群雅礼实验中学的女孩们将为大家带来别样的音乐风采。请听女声小组唱《水乡好》，雾夜吹呀吹，演唱者雅礼实验中学吴雅轩、陈雅欣、王艺荣、黄兴荣、江玲莲、周思妍等，艺术指导刘雅一老师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管乐，包括铜管和木管。再请听木管五重奏《天空之城》，演奏者宋景如、肖佩安、杨平、林鹏阳、陈一峰。
歌，生命如海。雅礼自1906年创办以来，历经了110年的风风雨雨，建立了中国的近现代史，涌现出了以金岳霖、风成鲁、陈文宽、俞汝晴等为代表的14位院士，以及柳直荀、王中翰、何凤山、厉以宁等许多知名校友。时至今日，雅礼中学终成一所特色鲜明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百年名校，而这些成就怎能离得开30讲台上辛勤耕耘的原因呢？人们说，学校如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正是雅礼的老师们用磨血育人的精神、蜡炬成灰的执着，铸就了雅礼如铁如钢的营盘，让莘莘学子踩在老师的肩膀上，飞向无垠的蓝天。雅礼是雅礼学子们腾飞的机场，也是雅礼老师播种耕耘的美丽家园。请欣赏《美丽家园》女高音独唱，雅礼实验中学刘雅一老师指挥，北雅中学何家阳老师。
雅礼，它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城邦。11万校友在这里找寻过人生的理想，点亮过自己内心的灯塔。雅礼，它永远引领着我们为国家的责任而往。11万校友从这里走向四方，鞭策自己为家为国担当。雅礼的老师深深明白自己肩负的重任，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。请欣赏由老师们带来的配乐诗朗诵《雅礼咏叹调》，表演者南雅中学杨戬、齐梦云、于敏、徐腾月。11万校友从这里走向四方。
让教育成为诗的事业，让学生成为个性的海洋，以兴奋成智慧，弥漫成文化，镌刻成荣光，定格成信仰。这就是我们脚下坚实的土地——雅礼。拨开历史的风尘，趟过岁月的长河，风霜洗礼后的雅礼，矗立在今日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上。然而，如何面对新的时代、新的要求？如何推进新的跨越、新的争先？每个雅礼人都在思考和抉择。因为品格的力量在时刻鼓舞我们，因为今天伟丽的才能由学问成就，及时奋发精神，好担当宇宙的责任，在不断激励我们不竭奉献，谱写出更加不朽的教育诗篇。我们坚信有一个名字将在宇宙始终响起，雅礼。根据红伶歌曲改编的乐曲《菊花台》，婉转动人，含蓄哀伤。二胡与大提琴的合奏，充分表现了这两种乐器独特的演奏魅力和中国音乐艺术风采。低沉厚重的旋律，犹如饱经沧桑诉说。随着琴声，我们的心在震颤。请欣赏二胡大提与乐队《菊花台》，二胡领奏李小渊，大提琴领奏唐陶，指挥周晓峰。
尼采说，没有音乐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。而雅礼的音乐老师就是通过音乐，并在音乐中教育学生，用音乐与学生沟通，在音乐中品读生命的价值。再请听战马奔腾，让战马奔腾吧。Thank you.
请欣赏西方歌剧的经典序曲《歌剧魅影》，有请指挥周晓峰老师。
上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古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80年前，红军经过卓绝的长征，终于建立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。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旋律中，重温抗日时期那战火纷飞的革命豪情。请欣赏管弦乐《铁道游击队》，掌声再次请出指挥李小元老师。
美妙的歌声缭绕耳际，当美丽的画面在眼前舞蹈，雅礼人一直都是在用美来构建自己的心灵花园。感谢领导给予的关心和支持，感谢社会给予的鼓励和厚爱，感谢先辈给我们理想和信念，感谢时代给我们机遇和舞台，致敬未来，雅礼一定会更精彩。请欣赏女高音独唱《走进新时代》，表演者北雅中学胡梅老师。走进